我觉得吧，人就是这样，比起呢，谁对我好，我就会对谁好。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，我已经怀孕步入第五个月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算孕中期了。我肚子哈，最近也长得很快，虽然怀孕很辛苦，但是看它每天长大啊，健健康康的，我就很开心。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五个月的肚子哈，好大哟，以后晚清受不了了，肯定更大。再坚持四个多月就要生宝宝了，很庆幸已经熬到第五个月了。像一般来说怀过孕应该受到全家宠爱，但是目前哈，我怀孕已经第五个月了，我还倒没有怎么感受到被宠爱的感觉。还好在这边我老公还是比较对我比较好。我娘家爸妈哈，也时不时打电话来问候你想吃啥子呀，每次都说没有这一句，喊我每天多吃点饭，对宝宝好。还有表姐天天打电话过来问东问西的，挺好的。我觉得好像就除了他们，就没有其他人给我打电话过来问候一下这些事情了，怀宝宝这些事情。我觉得吧，人就是将心比心的，不管是亲人还是陌生人还是外人，我觉得谁对我好，我就会对谁好。如果谁对我不好，我也不见就，只要以后不道德绑架就行了。现在我只关心我老公对我好不好，还好我老公对我好，我在外头养胎，我觉得我心情也是挺开心的。我想想最馋的就是肠粉，现在我要去吃早餐吃肠粉去了，准备出发吃肠粉去吃早餐。我这个就是暖底鞋，朋友们，很暖很暖很舒服的，所以怀孕穿这个鞋子很安全。不道你又等着我了呀，走上厕所走，然后我吃早餐你陪我去啊，绳子给他拿着。吃早餐我发现了个近路，走那边好就要十多分钟，走这边才几分钟，很近很近。其实我们是身处一个村庄，很安静，它不是大城市，但是我还是比较习惯这里的生活。前面就是肠粉店，同事都来了，找个位置坐一下。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心里连的肠粉都来了，加酸菜，好喜欢吃酸菜。再加一点酱油，哎呀，吃得太撑了，我今天中午都可以不用吃饭了。朋友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春天的气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五泡？我们老家可多的这种了，超多，他们这里也超多。真是一孕傻三年，我在肠粉店把钥匙落了，然后转去拿钥匙，加快脚步，等一下拿不到了。钥匙拿了，顺便在超市买点菜，买点小菜回去炒。马上到中午11点了，我先给我老公他们把菜准备好，他们回来就炒，反正我没得事的，做点这些小家务还是可以的。把苦瓜籽籽拿来弄了，今天中午炒一个腊肉炒苦瓜。上次煮的那个腊肉没吃完呢，先把它炒了，不然浪费了。我感觉我好饱哟，刚刚吃了肠粉，现在还不饿。我想等一下那边吃午饭了，先把菜切了再说。